家好，欢迎来到 Dr. Fish 频道。这样子呢，今天呢，主要我要针对两个经常人家会问我的问题。第一来说，水产养殖业或者 RS 养殖来说，到底赚不赚钱？第二来说呢，就是到底呢，水产养殖业的 ROI 是多少 ？OK， 首先呢，我们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水产养殖业到底赚不赚钱？我这样子可以说吧。水产养殖业必然是可以赚钱的，但是如果不赚钱的话，我相信你在餐馆或者是在菜市场里面是没有办法再买到很多种类的那个水产品了。因为来说这个行业不赚钱的话，我相信呢很快呢就没有人再继续再对这个鱼进行去养鱼或者是生产这个各种不同的水产品了嘛。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直观的一个状况。这样至于说呢，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呢做水产养殖业呢？最终呢会面临失败的因素。那我们要看回实际现实上他所面对的问题。当然了，第一点来说，你要开始做这个水产养殖业，你要必须拥有足够的养殖知识，或者养殖的技巧，或者是一系列的管理的一个方法，你才可以有办法来去做好你的水产品。然后第二来说呢，可能在一些外围一些传统的养殖方式来说呢，都比较偏向于利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比较依赖于大自然的环境。那当环境一开始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天气啊等等这些问题呢，一旦变化呢，会造成后面呢有巨大的损失。那如果 RAS 养殖来说呢，那就不同，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来去创造各种水产养殖，这些水产养殖种类的那种，比如鱼啊或者虾，他们所需要的一些生存条件，来去饲养他们，直到他们长大或者是达到一定的这个品质要求，我们就将它收出产品，收出市场去。那当然有一些人就说，那这个是一个生意啊，就我们听说 RS 养殖会非常耗电，然后成本是非常高。那对于这个成本来说，在这个农业里面哈，就是不管是水产养殖业或者这个种植业来说呢，我们的投入的计算来说，是必须是以比较长远的时间来去看待这个事情，比如说用5年啊、10年的时间来去核算。当然啊，以 RS 养殖这个科技来去养殖鱼或者是虾来说呢，我们需要一开始先投入一笔，但是呢，我可以这样子说吧。传统养殖业的一个模式来说呢，它也有它的自己的痛点。比如说它虽然它不是像 RS 投资方面一次性投资，但是呢往后的几年所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它要清理花巨额来去清理池塘啊，或者是受到一些环境的变化使到它的那个养殖场没有办法再继续持续啊，或者是要为了维持这些种种的一些因素出现的问题呢，它也是需要花上一定的费用，或者是面对一定的那个死亡的风险来说，它也是要把这个死亡的这个失败率也要计算在它这个长远的成本里面。这样子如果以不同 RS 养殖方式或者是跟这个传统的养殖方法来去对比来说呢，我们长远来计算，其实成本应该我可以说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 RS 来说我们是开始投资会比较偏向比较高额一点点，但是并不是绝对的高额。然后第二来说，有些人说我们用这种 RS 养殖的方式来说会比较处于高成本高电费啦这个问题，那我可以跟你说，发展到现今为止。已经呢在这个工业上面已经创造出很多很多非常节能的一个，比如说水泵或者是蒸养机等等的这些耗电的设备，已经变成是一个
不是耗电或者是已经是一个节能的一个设备了，这样对于整体营运上面来说呢，就变成它的那个营运费用无形中呢降低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我可以跟你说，现今来说发展 RS 或者是 RS 运作的一个运营资金来说，并不会比起传统养殖业的来的高啊，我可以这样子很肯定的跟大家说。那第二点来说，就针对有一些人问我 ROI 就是投资回报率到底是有多快或者是有多少，我可以这样子吧，我这样子说，我是完全无法来去回答你这个问题。我相信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来说，他们都是有着一点点的投资知识，所以说他才会问出投资回报率到底是多少。那既然你知道怎么样去投资，我相信你应该懂得怎么样去计算这个投资回报率应该是多少。因为要计算出一个完整的或精准的投资回报率呢，我们需要综合非常多的条件因素，我们才可以知道具体的知道现在我们这个投资项目或者是投入这个水产养殖里面的项目来说到底呢可以得到多大的收益。这样第一点来说要明确知道的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定位到底是什么。首先第一来说，你要知道你到底你的养殖场或者是你要投入这个行业里面做的多大，或者你要养什么样的鱼。因为不同品种的鱼它们的在市场的售价就直接会有差天跟地的那个区别，再接下来说你到底有多少的空地你准备来去建设这个养殖场，或者是你要投入多少这个资金在你的开始启动这个水产的养殖的项目。那全部的这些很基础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后面的计算方法，你说对吗？那接下来说，当好了，你已经搞懂了你要做什么，那我要开始投入这个水产养殖业，那你要有具体要有非常足够的这个知识，或者是养殖技巧来去掌握到接下来的养殖活动，是吗？那你掌握到你的养殖技巧来说呢，你就可以确保你的产出有一定的保障，或者是有一定的产量，或者是鱼有一定的品质，才可以售出一个良好的价钱出来，你说对吗？这样当你度过了这关，你产出了鱼之后呢，那你所卖出去的不同的渠道也会决定于你的利润值到底有多高。打个比如，今天我产出了一条鱼之后呢，那我就没有办法，我没有自己的市场，我就依赖，或者是可以说我不想这样烦，我直接去找一个中间商，我把鱼卖出去了。这样子来说，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呢，你所获得的利润是可以说在这个整个产业链里面获得的利润值是最低的一环。那如果呢，今天换个角度，今天网际网络那么发达了，你可以通过自己去卖在网上卖那你可以卖出一个非常不错的价钱。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利润值是原有的好几倍啊。那或者是你可以找一些餐馆一些种种不同的渠道来去销售你的鱼的话，那就利润有大大的不同。那自然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渠道，你有在销售渠道方面去努力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自然你的投资回报率是很大，或者是非常短的时间你就可以把你的成本全部的回收，是吧？这个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我们这个是不关系到养殖技术的环节了，那是一门生意了。当我们在养殖鱼，从鱼苗开始到这个成鱼可以卖的过程呢，我们讲的是技术。但是成鱼长大了之后要销售呢，那个是直接关系到一个生意的模式的关键点，
所以说呢，你不能说有些人只卖给中间商，而货不得不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回那个利润的话，那就说水产养殖不能做。其实不能做的是你自己本身，并不是这个行业本身的问题。OK， 关于这一点，如果我有一些东西呢，我讲的有一点过分了，或者是伤害到了其他人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理解一下，见谅一下。那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为止。OK， 有什么想要询问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的那个评论区的那边呢留下你们的讯息，我尽可能把你们的问题都给解答了。OK， 谢谢你们。